等等，这是一个，这里边那个，嗯，然后这是外边这个，嗯，打了，嗯，天，你这相机怎么不清楚啊？打了。Hello， 你一个展示一下机器，你反转行，对啊，嗯，行行。You can see the machine, it's cutting a gun.Hello. You can see the machine is cutting gun. And no, I will show you the machine I pass. It is computer. Then it is scanner head. And it's work table.你要拍吧，拍放一段说，放一段，然后关了就行，然后再等等它快切完，就快结束的时候你再来拍。我现在不拍了。你拍它，你再拍它一遍，然后等你一遍过去。Hello. Yes. And.And about the price, I will send you by WhatsApp, okay? Okay, okay. 你拍过，再拍一个。那咱们轻轻的就行，你看。这银子的。嗯，轻轻的不是挺厚的。这切银子。嗯。多厚啊？切0.5。30吧。
看多长时间。四分多钟，四分四十一秒。我干啥进去？这边口太小了。这要是，我这没有针。这个这都能出来。很容易。这个是。这个也比我这个有点。太粗了这个针。华姐，你那希腊还要拍什么视频吗？啊？希腊的。然后拍嘛，然后拍都给普通选手应该一样了。加个扩展轴就可以用了，不用扩展轴，没有扩展轴。